饼，这些平常没做的喽，饼平常没做的。那最后一个口味，那个可跟我自己另外找的。维生素 A 源，还有维生素 E 和 C 哦。同时呢，它也能够促进这个脂肪代谢哦，就是能够把脂肪转换成能量哦。吃一碗糖，就会帮助你吃一碗糖。三种膳食纤维。吃的是好的。